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3号，今天礼拜二。哎呀，明天休息，太爽了。但是约了老太太明天聊视频，哎，没办法，不过也不影响。那、聊一个小时，然后我去采购，采完购之后去看有没有，这个迷迭香和这个百里香。我想买一个迷迭香和百里香。现在是下午的5:20。温度呢大概是在昨天才20多度，今天就已经到了26了，手机上显示是26啊，车里面已经到30了，哎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往北，所以呢我就可以拍一拍了啊，往西就不行了，往西全是太阳，往西就全是太阳。哎，看没有，看这个往东边的这个是吧，色彩都好很多，天空是蓝的，树是绿的，哎啊，噔噔噔噔滴滴噔噔滴滴滴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要，哎，我们这是送到哪儿去啊？哦，送到另外一条街上。送奶茶。晚上基本上，夏天哈，那个晚餐肯定是有，但是呢，这个2.5块3.8块，这是什么单？啊，这个也是冰淇淋，对，一到了这个夏天，天气热的时候，哎，冰淇淋、奶茶要占很大的一部分。你看都死机了，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，什么型号？哎，都占到很大一部分。为什么我的车上都会那个飘来飘去啊？往右拐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知道吧？我因为我的减震有问题，减震坏了，所以我现在一到拐弯的时候就怕那两个轮胎跑了，知道吧？万一那两个轮胎跑了，我操，那他妈就傻逼了，我操！哎，所以说呢，慢点。你说减震不影响轮胎吗？那谁知道呢，是吧？这东西，哎呀，谁知道呢？这个景色也好很多。待会儿有空有时间，往东走或者是往南走的，咱们再拍一拍啊。往北边走还是有一点点这种炫光在这儿，这是非常的，今天是大晴天，是吧？大晴天，非常阳光明媚的。阳光明媚，心情都好很多，心情都好很多。然后那个，本来这个也是犯困啊，吃完饭有点犯困，哎，出来一看太阳，哎，不错，可以，把那个风扇关小一点。军中的几声冲天呐，是敌军嘛？你说前面那个白车会不会一脚油门给干过来？我感觉这个概率有点大。哎，猜错了！哎呦我操！你看我的摄像头现在飞来飞去的，我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情况。OK， 我们就在这条路上啊，我们就不多聊了，我们待会儿有空再继续叨逼叨。好，先到这儿，拜拜。晚风中吹过几分从前呐、奔驰的骏马像疾风一样。现在是5:50啊，我们刚刚回来又接了这么一单，其实中间拒绝了一单，拒绝了一个8块钱两卖的，这单呢是，这单是10块钱5卖，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那8块钱的，哎呀，又疼，红灯了，8块钱的好像就不怎么爱接，接10块钱的，10块钱就10块钱吧，有没有发现信息没有？哎呀，为什么现在这个学校呢也不给我发信息了？到底是要把我分在哪个班呢？我操，头疼死。是敌军嘛，像风一样。但是我感觉啊，哎呀，但是我感觉我现在，哎呀，我现在看新闻边那个，说是从7月份开始，纽约市，不晓得我看到的好像是纽约市，但是别人说是纽约州，但是我现在也不确定。我觉得我上次看到的应该是纽约市，说纽约市送外卖的这个最低时薪要达到17块多了。我妈耶，15块钱都在这儿，就在这里很够呛的，17块多怎么给呀？对不对？又不是雇佣关系，你今天有一单，没一单的，你怎么能保证这个送外卖的时薪能到17块多？就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扯淡子，我操！哎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还有一个什么那个纽约市的这个警察局局长也那个，辞职了啊，辞职了。这纽约市市长也是个黑大哥。纽约市的公安，纽约市的警察局局长，对，不是市长，我说错了啊，是警察局局长，纽约市的警察局局长是个黑大姐。这本来说咱们黑大哥黑大姐是吧？这个一个市长，一个警察局局长，应该在一块工作会很愉快呀、啊。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怎么就可能内部有一些什么矛盾呢？还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没有调和好，结果呢，这个黑大姐说，我老娘不干了，哎，老娘不干了。但是这句台词是我加的啊，人家那个局长呢比较低调啊，很少出就是说连那个新闻都很少上镜，所以说呢，具体是什么原因都不知道。反正呢，留下别人的想象空间，就是黑大哥和黑大姐吵架了，那吵架了，导致呢这个工作也没办法开展了，哎呀，所以就不干了，老娘不干了，哎，爱谁谁去吧。
对了，他就对了，知道吧？就这个东西就这样的，就是能干咱就干，不能干就不干了。哎，爱谁谁，反正天塌下来这个，我操，这个前面那辆小车，紫色的小车还是蛮漂亮的。哎呀，这你看，一到了这个，到了这个这节路，这节路段特别堵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往哪边走啊？嗯，是我的车响还是前面车响？我操，现在一听到这个车有点异响，我就有点紧张了。嗯，你看那个这个华人咨询网的动不动就是重磅啊，纽约，什么美国华人圈啊，沸腾了啊！我操，这是蛮搞笑的。哎呀，怎么？反正我看这些这个新闻吧，我操，你看，要么就是什么，什么被杀了呀，华人被杀了呀，或者是华人杀别人呢？还有什么？要不就是这个上当受骗了呀？我操，就是一堆这样的新闻，我操。哎，你看没有？这个这些华裔网红谋杀。被捕是吧？富豪母亲千百计捞人，啊，这是华裔，他是哪儿的？加拿大的吧？对，加拿大的是华裔，对吧？华人的后裔，他就是个 Chinese， 他是 Chinese， 但是呢，他不一定是中国公民，是吧？中国华人的后代，华人的后裔，华侨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是 Chinese， 但是呢，有可能还是拿了中国护照，但你是侨居在外面，是吧？那你就是华侨，哎，然后呢，你的孩子就是华裔，你看这儿就堵死了，我操，咋回事啊？这十块钱很难赚呢，我操！哎呀，还好我刚刚没有来这儿取餐，这儿太堵了，我操！八块钱两卖，不，有点更不好赚的。哎，我明天去看看我哪儿有卖那个百里香，我买个百里香去，百里香、民间香我都买了。哎，这叫昨天前想一个词叫什么？一盒什么？一箩，对，一箩一盒，一盒一箩，二香，哎。别人有春香，别人有秋香，哎，咱们没有，咱们只有百里香和迷迭香啊。人说，哎，人说，哎，那个，人说你没有这些香，你有夜香啊？我说什么叫夜香？就是夜香，晚上开花那种。哎呦我操！我说那个不叫夜香，那叫夜来香。夜香是那个马桶。妈的，这个傻逼在那里把，你看没有？就故意把这个车给堵上了，这个傻。你看没有？就动不了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走这条路？我想看。想看今天的油价涨了还是掉了，太堵了吧！我操，这钱赚的划不来了。哎呦，还有十，就这么300-400要开他妈20分钟了，我操，太邪门了！夜来香对吧？夜来香，这才是花的名字。夜香它不是花的名字啊，夜香那是吧？马桶盖、马桶那个尿盆、屎盆叫夜香是吧？以前早上呢，以前呢古代没有它，冬天非常冷。他又不愿意起床上厕所，所以呢，他在房间里面呢会准备一个痰盂，或者准备一个桶，或者准备一个那种哎放被窝里用的那个叫夜香，哎，你可以小便是吧？这个叫夜香，它和这个夜来香不一样。所以说人家说哎你种这香种什么百里香、千里香、万里香，哎你干脆就种夜香了。我说夜香是什么东西啊？原来他说的是夜来香啊，我说夜来香才对，不是夜香，把我听懵逼了。看又堵上了，哎呀太堵了！你说这天天的都往那条路上干呢。嗯，这个是一个村的村中心啊，看到没有？你们家的你们村里面有没有这么热闹啊？哎，等，这还没赶上那个呢。周末的话，这条街好像有没有办过这种街坊节呀？我这条街好像有一次办过街坊节，整个是哎，是不是这条街我都忘记了？反正这条街好像没有办过吧。反正街坊节一办呢，哎不得了，要封街啊，前后警车、什么消防车、卫生车啊，都准备齐了，然后呢，把那个骏马是吧？骏马一拦啊，车辆禁止入内。然后呢，里面那些商铺就开始是吧？然后人就开始走进去，就变成了一个短暂的步行街了。啊，是不是以前我拍过？咱俩已经拍过没有？都忘记了。哎呀，应该拍过，因为我知道这附近有街坊节的。但是我觉得哈，我觉得这都六月份了，五月份、六月份好像很少看见这种街坊节了。这个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估计呢是怎么着？估计是这个夏天是吧？生意太好了，不需要开这种街坊节来进行促销活动了是吧？哎呀，哎，这下就过去了。哎，没有，前面还是堵。哎呀，我有点后悔借的10块钱了，这堵的。现在已经6:03了啊。我说我明天去买百里香和迷迭香，哎，
排气箱和迷迭箱也可以进行水培是吧？可以拿一个矿泉瓶子剪对半剪，剪完之后呢，下面倒点水，把那个枝条下面的叶子给拔干净，往那里插五六七八根，哎，然后呢放在光照比较充足的地方，因为百里香和迷迭香呢它是喜阳的，它需要阳光照射，像薄荷和绿萝呢它不需要阳光直射，它有点散光就行了，但是迷迭香和那个香呢就需要太阳直射，需要充足阳光，要不然它的香味就出不来，你知道吗？它香味出不来。哎呦我操！哎呦呀呀呀！哎呀哎呀！嘿嘿嘿嘿！前方，哒滴哒哒哒滴，那边也堵啊，那边也堵，有车祸吗？前面好像前面有车祸了，那怪不得，怪不得堵成这个样子。OK 了，我们现在走了，可以走，总算可以走了。哒哒，哎，看这个油价啊，油价3.47，和昨天一样，没有区别。然后堵着了，我说嘛是吧，对不对？前面果然是出车祸了。哎呀，我就说怎么突然这么堵？然后出车祸了，这车就不能走是吧？那咋整啊？好像还挺大的车祸。那前面到底能不能走了？把我堵这儿了，我操！就是那个路口嘛，我天天走那个路口，就是得小心点，赶紧往左拐，哎，赶紧都往左拐，往我一个人往那边走，我去看看，人嘛，特别是咱们国人总喜欢看看热闹是吧？往左拐，往右拐，全部拐了，让我一个人过去看看。今天好，今天，哎呀，想不到还有一场事故看啊。过几分钟前呢，本是敌军马像疾风一样。这是不让过了吗？还愣都不让过呀！我操，要给点提示呢。这到底是能不能过呀？哎呦，这单子不好接啊！我在想着就是几迈路的事儿，就非常短的事儿，最多就10分钟15分钟搞定。结果你看，都6:07了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右边杀过去？但是杀过去就看不到那个了，看不到这个事故了。那不管了，先杀过去看看。哎呢，我们看看啊，看看能不能看到事故？都被车挡住了是吧？都被车挡住了。看看这边有啥事故？2辆警车，能看见吗？我怎么看不见呢？我操！邪门了。那天在那个法拉盛有一个事故，有两辆车撞的粉碎，撞的稀碎的。啊，撞了吧？哎，撞了。好了，我快到了啊！先到这儿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，现在是下午的晚上的7:22，我又出来了。这单呢是17块钱，5卖多。哎呀！总算等到了一个大单子啊，然后我们第一单送的应该是个酒店，哎呀，果然是酒店的人。哎，这边有卖花草树木的哦，看一下是有没有那个迷迭香和这个，有没有迷迭香和这个百里香？我看一下啊，向日葵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好像没有哦。哎，有，好像有迷迭香哦。等一下，我开车过来看一下哇，你看没有？美国的小孩子这一放学吧，就在大街上乱，哎呀，乱混，你看看。哎，我给你拍下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给你留下一个很大的记录。你看，我还不敢加油门啊，我操！万一撞了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咱又赔不起。哎，没车，赶紧。这第一单很近啊，第一单、第二单都很近啊。OK，我们待会儿回来我看一下有没有卖，待会儿回来他有没有关门啊？这个，我先看一下这家店是几点关门。如果能买的话，我就在这儿买得了，省得去那种专门的花圃吧，咱也没去过，也不知道行情。这家店，看一下这个，谷歌搜一下这家店叫什么名字？对，这个店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这好像是一个购物店吧？是购物店。哎，这家超市叫什么名字？10点营业是吧？哦，这家超市的名字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 ？Food Market 叫什么？不 ，Lidl 还是叫 Lidl？ 我操，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啊，这家好像是前几年才开业的是吧？对，好像是我从来没去过。等下我送完单子之后呢，我特意往那边来问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迷迭香和这个叫什么百里香，有的话我就在这儿买得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不就来的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因为我上次去沃尔玛看的话，我都忘了有没有那个了，那当时还没想着要买这东西。沃尔玛也有卖，后富也有卖，还有几个什么花圃也有卖，反正你想点缀你的生活肯定都有是吧？有卖鱼缸的，有卖这个有卖那个的，有卖花的花草树木什么玩意儿，只要你能想到的基本上是都能买到。哎，是往这走吗？还是说我们走路要换一个车道？我们加油门，换个车道。哎，这个
这个要开车道了。这个我看一下这个人是干嘛的？这个人的车为什么开这么慢？啊，一个老太太，赶紧就是抢他一下，一个老太太开车太慢了，三四辆车都不停在超过他，没办法。看一下我们第一单啊，我也我看这是这趟是出来的值了，我路过这么多趟，我都从来没有留意那边还有卖这种花草的，我操！哎呀，现在7:26，哎，差不多吧，送完了应该是不到八点，然后再开过去买，哎，完美！我要买一个 thyme 和一个 rosemary， 哎呀呀呀呀呀！这样的话呢，我就那个4箱就齐了，哎，一箩一盒二箱啊，这个。一箩一盒二箱，我们这是要去哪个地方？看一下导航。哦，那个酒店里面，那个很大的那个酒店里面。哎，我看一下，他是要去放门口还是放？他是要我上楼上去？哦哟，好像那地方好像不能上楼吧？哦，他要我放在前台啊 ，front desk， 要我放前台。我就说嘛，我就记得那个酒店，我上回去的时候他也不让我上楼的，他让我放那个前台就好了。上回还要我一个 pin code 啊，上回是他留了个 pin code 在前台。要不然我都没法走，就是前面那个不是有圆顶吗？正对的是圆顶，左边那个绿色的顶是其实是一个酒店，知道吗？绿色的顶，哎呀，要想生活过得去是吧？生这多少得来点绿，你看我都来了四盆绿的了，然后一箩一盒二箱四盆绿的了，哎呀，好像生活过不去。嗯，你在这等了，哎呀，最烦等等等等等。第二单在哪儿啊？第二单是披萨，我不是他的披萨，今天去披萨店，但是他没有点披萨，他点的是一个沙拉和一个狮子头。什么叫狮子头呢？就是肉圆嘛，英文叫 meatball， 就是 meatball 就是狮子头嘛，就是一个肉丸子，就肉丸，对，叫肉丸子。这个就说就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外国也有狮子头，只不过他叫法叫 meatball， 叫肉丸。也是很大的那种，但是呢味道呢就是有很大的差异了啊。我自己还是喜欢那种狮子头那个，就是老美的这种呢就有点怪怪的。我想看一下从哪进去啊？应该从这儿进去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，拜拜。然后哇，薰衣草，我们应该是往，上回是不是往这边走的？好了，拜拜。